全球局势持续动荡，想洞悉世界走势，完善资产配置，咁绝对唔好错过4月22号由 ETNet 经济通主办、陶东博士主讲嘅财经讲座《2023年政策转变之年》。如果讲嗰个即系内房个股价可能最坏嘅情况过咗。咁但係咪轉勢呢？呢、這個我就暫時都仲好大保留。當然，如果你話比起之前啊，舊年嗰陣時嘅低位咁，咁肯定係即係已經係轉咗勢。但係問題你真係咪一個全面即係向上呢？我覺得暫時就未得嚇。個原因咧，主要就係而家呢幾日升咧，都係反映話誒三月個銷售好似係好咗嚇。咁、第二咧就係啲債務問題開始，而家大家都叫做有得傾下。咁但係其實要揀嘅話都好多，你睇到一線城市、二線城市嗰啲咧會好好多嘅嚇。但係如果你講翻話三四線城市啊，或者更差的地方咧，其實我諗如果你話要消化，淨係睇你三月份嘅數字，根本就消化唔到嘅嚇，因為嗰度事實上供應太大，同埋咧即係嗰個即係你話要回升嘅時間，啲人如果要買嘅話，都係偏向咧就揾翻一二線城市嘅嚇。你就算三四線城市嗰啲好平嚇，但係佢哋個意欲都唔高。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揀咧，都係要揀翻即係一二線嗰啲噶啦。但係依幾日咁樣升，我唔排除佢仲有一兩日升下嘅，因為過去都係啦嚇，即係啲得閒有啲數據或者有政策出嚟嘅時間，都有幾日升下嘅嚇。但係呢幾日升嘅話，係咪俾大家又可以即係套現嘅機會啊？還是真係轉勢咧？咁我自己覺得就係俾大家套現嘅機會就多過話咧，目前係轉勢，因為個逐個月嘅數字咧，其實都唔可以作準住嘅。但係肯定我覺得係希望就話而家復常之後。啲信心慢慢翻翻嚟嚇，因為你見頭嗰兩三個月咧，其實啲人都信心都唔大嘅嚇。就算你話三月份係咪真係信心好大咧？咁即係我覺得都未係。反為咧就話喺五一假期之後咧，可能個情況會明顯啲。點解會咁講咧？就因為大家都即係喺疫情嘅時間，大家即係嗰個個咩危機意識高咗好多嚇。咁啊，即係唔係好敢使錢嚇，儲啊儲錢嚇，但係有你知。即係開工又唔多，錢都唔係儲咗好多翻嚟嚇。咁、但係你經過五一廣州嗰、如果真係一個好大嘅消費之後咧，大家可能個信心會大翻啲。咁嗰下我相信咧，會陸續反映到多啲出嚟咯嚇、所以而家呢個時間咧，內房我諗都係屬於一個反彈性質。就話啲內房咧都會即係嚇有得咁彈嘅話，都可能唔止一日嘅嚇。咁、你見琴日先至係第一日啦，雖然琴日個彈反彈個幅度係好大，咁所以我諗可以睇埋呢兩日嚇、究竟會唔會再升多陣先咯嚇。但就不建議高追、所以都要留意住。還有呢，你見昨天就升得很全面，越跌得殘那些就升得 越多、但是因為個價位低嘛，所以如果你說真的、反而調轉、如果你真的有機會之前低位鬧了的，會不會有可能呢逐些來到去退一退，買就暫時不建議買住了。ETNet 专业版 HV2 股票报价系统，帮你洞悉大局，捕捉投资先机，即刻申请了。